会费跟常年会费一年的，哎，啊，他入会费跟常年会费，但是之后用到行善爱心基金，就是我们以后的就有要帮助别人的那个需要帮忙的人的身上，还有一些我们之后爱心平台跟那个爱心便当都会用到行善爱心基金里面。啊，再来就是那个我们的会务基金，会务基金就是我们一些开销了，啊，尽量不要去动到了，就是一些比如说志工的那个餐费啦，或是一些杂费，尽量就是以我们行善爱心基金就帮助人为主啦，对，为宗旨啦。那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要想发问的？比如说上次有的可能没有听很清楚啦，哎，那么想发问的可以举手，哎，就是那入会费跟常年会费它是一年，啊，我们都用到行善爱心基金跟会务的基金，那行善爱心基金就是用到我们帮助人身上，或是那个爱心便当，还有之后的爱心平台。爱心平台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物资，就是米、酱油，还有面，比如说棉被等等，等其他很多。对，啊，再来就是会务的基金，会务的基金的话就是一些杂费啦，比如说我们每个月都会去做爱心的活动嘛，那，啊，用到一些比如说餐费活动，那，啊，这个尽量我们就是尽量的话都以帮助人为主啦，对，那，啊，就当作那个我们爱心协会的基金这样。那，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发问可以举手？都没问题啊，还是要看我们之前上次有过一份那个我们的那个就章程，章程里面都很内容都很详细，哎，那个话快两个礼拜把它搞定，哎，对，那只要没有问题我就简单带过，我们是要照流程啊，照他们流程。